呢度为本桃园个人演技砌铁几米，雷雕嘅铁房冲绳主题广众站系做马街嘅。桃园市个人演技铁房冲绳主题广众站就期盼的连向乡下嘅铁房冲绳实施，每搭办法通同民众来分享沙期嘅强冲实施，还讲分享广众站将来发展嘅演技，好本个人演技客家人文做得发扬下去。文创实习方民众看定彩铁后生人，自家做商品，还有生活成本一条，做得讲增加民众的认识，彩铁客家以创业力量，来访民众咪感受到客家文创气氛。我觉得可以把之前的可能客家文化或者是在地文创东西，然后可以就说更有新的东西把它创作起来。也许以我们的力量，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对，希望这个活动还有一些论坛，可以再把一些青年凝聚在一起。连向社合计划主持人讲，做沙溪桥通互通平台，透过天气预判同前台发通来带动沙溪向下来传统参加沙溪客家文化热线，让大家来参与哈、哦。那看见新坡及关于未来的希望啊、哦。那有机会呢，我们还会持续的。来争取跟办理这样一个活动，啊，促进大家的合作跟参与新坡地区的发展。工作站讲，除了文创实习，未来还要举办青年创新行动讲堂，整合地方创新团队之力，来带动各种青年对家乡热情，当初间参加产业发展同地方创新共享议题。下个新闻论坛，桃园报道。